如西风，大地阳河暖气生，万物苏蒙山水醒，农家岁首又谋耕。什么时候啦？2月3号啦，小立春，你该醒来交节啦。要开始立春季了，小伦伦，准备迎接春天吧。一年24个节气中，我立春可是第一个。立是开始的意思，春代表温暖生长，大地回暖，一切更生。在南方，特别是岭南，已经春色满园了，而在北方，绿色还没到来。看，他们在剪窗花呢。快过年了，是到剪窗花的时候了。这也是立春的窗花哟。古时候人们剪窗花是为了迎接立春的，宋元之后才改成春节。真好看，我也要试试。走，咱们去试试吧。真好吃，我等这个都等了一年了。你这一口呀就咬春，北方咬春饼，南方咬春卷儿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春卷和春饼出自同一种食物呢。啊，真的吗？古时候人们用5种辛辣的食物摆盘来迎春，叫做五辛盘，它呀就是春卷和春饼的前身。其实今天还要举行春季活动，只不过现在已经移到春节那天举行了。但大多地方都保留了打春牛的习俗，迎接新一年的丰收。来，你给我来，你看我的，哈，你看我这只牛怎么样？哇，看我的，哇，好漂亮呀。这时候种花种树都容易开，春天的花都适合种。我也会。大地回暖了。